阿尼玛清雪山位于昆仑山脉东段，由13座山峰组成，最高海拔6282米。这里水量储备丰富，峡谷山地间有50多条冰川，总面积约126平方公里，是黄河最重要的水源地。 암닐마 징그 강력 통선은 최고 충급 첨천당 최첨부 하름 없집질라죠. 너 탐치구다 어추 사근인데 나오는 그 지금 녹과 탐치구 피레지기 쳐서군으로 때 크로금 동문만 잠발랑그 니망아즈 니 제르무 망아즈 어 최초 망아즈 다시근 니트니 용군의 점쟁이랑 좋은 거니.所以，当气候变迁、冰川退化等议题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时，阿尼玛清山下的牧民们也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雪线、冰川。야야 나생각야 엄마 따먹기 힘들어 그거 또 용금하지 조금 가고 그너 놀이 이제 그들이 야천 어 다른 하라 어디 인더서 에 많이 섬치 수업지지 어야 네가 또 수업지지 뭔 지금 해야지 레크스 호세 拉着绳索走在最前面的这位，名叫但增达杰；紧随其后的这2位，分别是坚参和旺波甲。他们都是阿尼玛清山下雪山乡的牧民。每年的5月到10月间，他们都会带上装备，为牧场周围的几条冰川做监测。这项工作，他们在政府的组织下也坚持多年。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牧区已深入人心。雪山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每年夏天，雪山乡的牧民们都会赶着牛羊，搬到海拔4800米的夏季牧场居住。这顶披着一层白雪的黑帐篷。 就是丹增达杰家夏天里的临时居所。牧场边潺潺流过的溪水，是阿尼玛清山上的冰雪融化汇聚而来。牧民们来此取水，都要先以水敬献神佛和万物生灵。 早晨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候，不但要安顿一家人的餐食衣着，还要赶早挤好牛奶。好在今天是个周末，在县城读小学的大儿子回家了，小伙子虽然才刚刚10岁，却已经是放牧的好帮手。 夫妻俩还有一个在乡上读学前班的女儿，和一个尚未满周岁的小儿子。趁着孩子们放假在家，但曾妲己会抓紧时间带他们认识家乡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 同乡的几位村民还会相约一起带领孩子们为草木、水源祈福。 希望他们从小就能树立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大人们则将羊毛 放置在溪水旁的草地上，寓意最美好的祝福会像花一样在此地盛开。吃过晚饭，但曾妲己开始准备明天出发测量冰川的装备和资料。孩子们围了过来，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脑里记录着很多精彩的影像。 玉树巴塘乡地处青海与四川、 西藏3地交界，长江水流至此，汇入巴塘河水，名字就从通天河变成了金沙江。这里有高山、草原、林区、湖泊等多种地貌，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是很多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地。 巴塘乡大约有1万人居住，畜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巴塘人民早已习惯与野生动物共居一处，大多数时候互不相扰。但偶尔，人们也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山上的藏棕熊下山，进村了。 最先发现藏棕熊的是香谷村的流浪狗。这只藏棕熊进村的目标正是这只食物桶，它本是香谷村的村民为流浪动物准备的。藏棕熊躯体强健，性情凶狠，是高原上最威猛的动物，它根本没把流浪狗的敌意放在眼里。 犬吠声听得实在心烦了，也只是做事吓唬一下。藏棕熊素以肉食为主，但食物桶里多是面食和汤汁。尽管如此，这只棕熊仍是吃得心无旁骛。 流浪狗们也不敢再招惹这个庞然大物，直到棕熊吃饱了准备离开，才又义愤填膺地狂吠一气，将它送走。棕熊进村觅食的消息传开后，香谷村的村民纷纷给流浪动物投放了更多食物，如此。 来这里觅食的藏棕熊也越来越多。这只藏棕熊还带了2只幼崽一起来。小棕熊通常是1、2月出生，到当年6月刚刚断奶。面对怒气冲冲的流浪狗，才刚开始学习觅食的小棕熊慌了神，怯生生躲在母熊背后，不敢妄动。 几次三番，小棕熊爬向食物桶的努力，都被流浪狗给吼了回来。一向护犊心切的母熊，此时却只顾埋头进食，无暇他顾。直到母熊吃光了桶里的食物，决定撤离，小棕熊也没吃上几口。在三江源，人们敬畏天地，爱护生灵，与自然和谐共生。经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在村前屋后集结活动的情形。岩羊等有蹄类动物时常会到公路边舔食路面和路碑上渗出的硝盐。黑颈鹤、斑头雁等水鸟更会肆无忌惮地在村居附近求偶或是筑巢。 3月快进尾声的时候，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回到了三江源。求偶成功后，它们开始营巢产卵。通常，斑头雁会在人迹难至的湖边或是悬崖上营巢。这几只斑头雁就选择了与湖水相隔1条马路的这面崖壁来营巢。斑头雁的鸟巢 通常比较简单，而这一个建在了能遮风挡雨的石洞里，已算是相当讲究了。不过这么小的石洞，可住不下2只成年斑头雁。它主要是给雌鸟孵化幼鸟用的。孵卵期间，雄性斑头雁主要担任警戒工作，确保雌鸟不受惊扰。 瞧，又有一对斑头雁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雌性斑头雁护着鸟蛋动弹不得，雄性斑头雁赶忙出来抖抖威风。无奈之下，迟到了的斑头雁只能委身在崖壁上一个更小的石洞里孵化幼鸟了。 斑头雁的孵化期大约在28到30天左右。这期间，雌鸟会不断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铺在鸟巢里，给鸟蛋保温。为确保每个鸟蛋都受热均匀，雌鸟还会不断翻滚鸟蛋，或晾晒透气，或用自己的身体 给鸟蛋加热。5月中的某一天，住在崖壁上的这家斑头雁离巢了。紧接着，住在洞穴里的这家斑头雁，也等到了幼鸟破壳而出，从母雁身体下钻上来的这一刻。整窝幼鸟全部出壳后，雁爸和雁妈就要赶紧带着小斑头雁回到马路对面的湖水中去。刚出生的小斑头雁还不会飞，脚步也还没走太稳，就要学着过马路了。经过反复观察、试探，斑头雁一家穿过马路，来到了湖边。幸运的是，此时流水虽然急促，但湖面上无风无浪，空中也没有凶猛的鱼鸥掠食幼雁。很快，小斑头雁就喜欢上了游水，跟着爸爸妈妈向湖水深处游去。公路是高原与内陆的连接，也是荒野与文明的连接。随着公路网的延伸，人类足迹渗透进湿地、草原、山林，世上仿佛已不再有无人区。这里是青藏公路的5到2段，地处可可西里腹地。这条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路，在无人区架起一条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至今仍是青藏高原内外交通最为繁忙的通道。五道梁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还是藏羚羊繁育迁徙的必经之地。站在公路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美丽的高原精灵，这让初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兴奋不已。所以，每年夏天，可可西里5道梁保护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一是非法进入保护区，办了什么组？非法拍照，非法停车拍照。通过此次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保护动物的保护意识不够强。今后我们一定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此件事情，让他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情况多多的呗，我们犯错的也都停着，你下来第一个。公路两边违反规定，以后知道错误不会再骑车下公路进入保护区，再次检讨。回去给你们的朋友们也说一下啊，骑车的这些朋友们，下次就不要犯这种相同的错误啊！路边而且都有警示，还不让下来啊！谢谢啊！进入7月，藏羚羊1年1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出生的小羊启程离开卓乃湖，月末到7月下旬。就开始有羊群抵达5道梁附近。为了保障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可可西里5到2保护站的巡山队员沿着公路日夜巡护。两群了，这边一群，那边山头上一群。如果发现有成群的藏羚羊靠近公路，他们会测算好时间和距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你好，我们这迁徙藏羚羊是吧？好，你稍微配合一下，好吧？好的 ，OK。两条汽车长龙沿青藏公路向两端延展，场面颇为壮观。人们在耐心等待羊群慢慢靠近，左右试探。羊群就这样反复试探，又反复撤回。奔跑时速高达80公里的藏羚羊，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跨过仅仅10米宽的青藏公路。羊群还在游移不决，司机和游客们情绪开始躁动。5到2。 海拔4500米，植被稀少，氧气匮乏，空气流通缓慢，极易发生高原反应，被认为是青藏公路最难走的路段之一。对于5到2保护站的巡护人员来说，藏羚羊的安全迁徙需要保障，司机游客们的生命安全也不能忽视。 再三试探后，头羊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几只新生的小羊，随即也懵懂地踏上了柏油马路。一直游移不定的羊群，紧步跟上。 好不容易穿过马路的头羊，不知为何再次游移不前。部分藏羚羊不明就里，急忙转身，又回到了马路这边。这样的情景又反复上演了3、5次，这一批所有的藏羚羊才全部穿过马路。 司机、游客们发动汽车，各奔前程。藏羚羊们也一路向前，继续他们的迁徙之旅。从5到2横穿青藏公路后，再向东1公里，就到了青藏铁路的5到2北大桥。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路程最长的铁路。 其施工难度举世罕见。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和迁徙，青藏铁路早在设计之初已尽可能采取绕行避让的方案。对于像5到2这样实在避无可避的路段，还设置了多种形式的野生动物通道。尽管面对火车这样的庞然大物，藏羚羊们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 很快，羊群就从火车的轰鸣声中冷静下来，再次涌向桥底的这条通道。最终，在头羊的带领下，这群藏羚羊快步穿过桥洞。毕竟，它们每年都要2次经过这里。 这座大桥也早已印在了他们的血液里。进入7月，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处处散发着生命萌动的气息。 45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就像一座巨大的产房。这里是中国鸟类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集中的地区。湖中的几座岛屿，每到夏天，鸟蛋遍地，幼鸟成群，景象蔚为壮观。 在青海湖的支流入口。 数十万黄鱼浩浩荡荡逆流而上，只为努力回游到淡水河中产下鱼卵。岸边的草场上，普氏圆鲢也到了产羔的季节。这是一种如今只在青海湖周边才能见到的珍稀物种。 其野外种群的数量一度不足300只。好在经过人们10多年的不懈努力，普氏圆鲢的野外数量至今已接近3000只。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吴永林，用他1半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这一变化。 我是2001年从部队转移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上班。从2003年开始呢，我被调到了这个普氏圆鲢的救护中心。通过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和青海湖周边地区那个农牧民的这个保护意识的提高呢，它的生存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7月的第一天，海北州海晏县森林公安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他捡到了一只刚刚出生的普氏圆鲢幼崽，希望转交给政府机构喂养。这样的事情在普氏圆鲢的生育高峰期时有发生。在这等一会儿吧。 你黑胖子，你认识这位卡哈？你是救护人呐？昨天去报告那么谁拿好救护中心去了？什么人到了早上那你那就是这个那树是？我过去是铁路啊，那个啥？啥事的呀那个？就是黑胖子。什么过不管那个？啊嘞，你们还不知道？那救助来就是。救助是件好事呀，人家说黑胖子不过来也是件好事，真的吧？那么跟着你走吧。 这是一只出生不到1周的幼羚，浑身无力，两眼无神。羊妈妈不知是难产，又或是被狼和狐狸捕食，不见了踪影。 这个小幽灵跟他的妈妈呢已经13了，13以后他吃不上奶，身体呢非常的虚弱，所以说牧民抱着家里以后给我们打电话，7月1号救护到救护中心的，正好是7·1建大节，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呢，叫7·1。 吴永林工作的青海湖南岸保护站，位于海南州共和县，草场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专为救助普氏园林而设。保护站里现在有70多只普氏园林，有的是从野外救护回来，也有的是人工繁育而生。 普氏园林的毛色呢是金黄色的，它一旦受到惊扰，屁股上两个桃园形似白斑翻起来以后呢是特别的好看。我们救护中心对野外的恢复种群数量这个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从外面救护了大概有100多只伤残的、失散的个体。 到18年的时候呢，我们救护中心呢通过人工驯养繁殖将近50只，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呢，我们进行野外放归。草场上的这座铁皮房子是吴永林在夏天时的住所，因为正值普氏园林的产羔季，他担心会有母羊难产，又或是有狐狸溜进保护站。 咬死、咬伤小幼灵，便索性从草场外的员工宿舍搬了出来。在盖起这座铁皮房子以前，他还曾住在自己搭的小帐篷里，只为能日夜守在保护站上。这袋牛奶是给7·1准备的。 所有从野外救护的小幼灵都会有40天左右的人工喂养期，直到它们可以自主吃草觅食。因为一个最忙的工作呢，就是野外救助回来的幼灵，一旦救助回来的幼灵呢，每天呢要喂奶8到9次，白天呢是6次或者是5次，晚上呢是3到4次，它每次呢是从5毫升开始吃奶。 7·1来到保护站快1个月了，看起来神情傲娇，性情活跃，已不是刚被救助时楚楚可怜的模样。他旁边的那只普氏园林则已经1岁，它是被牧民救助，喂养了1年后转交给保护站的，因为是从湖东区送来，吴永林便给它取名东东。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关上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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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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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噻。 吃饱了，来再吃一点，来来来再吃一点，快点快点，吃饱了不吃了，快点快点，吃了300多毫，320毫升。给7·1喂完奶，吴永林又来招呼东东吃馍馍。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 这个母羊是牧民家饲养的，已经是满1岁了。它现在是喜欢吃这个馍馍啊，干啥的？从小那个牧民喂惯以后，它这个已经熟悉了人的身上的这个气味，一举一动呢，它已经熟悉了，所以它不怕人了。那这个呢，就是牧民打的记号。牧民呢，把普氏当成一种神圣的动物，他们这个保护意识啊，救护意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出水门。啊，哎呦喂，嗯，我们把这个两只，一直驯养到2岁以后，再放到那个大的种群，因为现在它们气味不一样，其他的母羊和公羊会攻击它们，所以2年以后，我们跟其他的母羊、公羊合群以后呢，进行自然生活规律，啊，自然交配。 除了精心呵护刚刚来到保护站的小羊，吴永林还要操心保护站的饮水问题。尤其到了冬季，河流结冰，70多只普氏园羚需要完全依赖保护站人力供水。 每天，吴永林都要巡查保护站的草场，把站里所有的普氏园羚清点一遍，并记录它们的身体特征和行为变化。夏天的产羔季，他还会守着一只只待产的母羊，准备为它们接生。每到此时，他就会连续2个月寸步不离保护站。 餐餐以方便面为食。这位曾经手握钢枪的7尺男儿，如今已然变成普氏园林的守护者。我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拿着照相机，扛着望远镜，巡查的时候呢，依依和东东呢跟着我的身后，我。 走多少时间，它就跟多少时间，一直到我巡查结束为止。我给无数只普氏园羚包扎过、喂过奶、打过针。现在想起来，我这心里面酸酸的。明年呢，我开始到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了，和家人失去的。 春节、元旦这些节日的快乐，我可以补回来。没有照顾女儿上学、工作、结婚等等这一方面的，我可以补回来。但是呢，我救助回来的，我看着他们生下来的，看着他们一天的长大的，这些普氏园呢，我离不开。 这些老朋友，我会一定回来会看望他们。野生动物呢，是人类最好的一种不会说话的一种朋友。